这个球带到了左边方向，左外野手接杀，但这个距离应该足够形成高飞先打。三垒上的跑者回到了本垒，同时队先持得点。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安打的时候，他只需要打到外野的高飞球就有机会有打点。看到他这一个球是刻意的比较偏低的球，但是他还是刻意的把它做一个仰角，把它带到外野，的确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打者。我对防守方式比较不利的是这一棒带起来在中间方向落地吸支安打，陈杰先绕过三垒之后回本垒得分。王安可这一球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哦。林安可不会跳舞但会补刀哦，这支安打打下了第二分了。安可的打点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啊，面对克迪的这一颗比较偏低角度的一个变化球啊，他也是把它带起来，虽然说没有打得非常的扎实，但这个时间点只要安打出现就会有打点的进账。那这也是安可今年赛季第88分的打点了，追上了魔鹰。